这里是可以享受动手乐趣的圣经公益室。上次我们一起学习了怎样折门徒们用来抓鱼的渔船。好，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折鱼吧。准备的物品有彩纸一张和剪刀。首先来折成冰淇淋状，把纸翻过来，尖尖的部分分折1/2后，再反过来把盖住的部分展开进行压折。另一侧也用同样的方法折，把后面的彩纸向下展开，反过来折1/2。接下来中间的三角形部分向对面折好，再展开后，沿着中心线向下折，然后把下面的线向上折到和平行线对齐，反过来用同样的方法折。再把纸翻过来，把左侧的彩纸与中心线尽量对齐折，这样向后折一下再展开，嗖，放入彩纸里面的空间里。现在我们来折尾巴，把右边的顶点和中间的顶点折到一起，再展开后，按照折出的线再向上折一次展开，这样把折好的三角形线抓住，嗖，放到彩纸里面的空间里。把剩下的尾巴部分用剪刀剪成1/2后，翻过来稍稍折成对角线，再转过来的话，鱼大功告成。门徒们看到鱼后，朋友们也想象从耶稣那得来的恩典哦。